名工人站在吊车侧边操作着吊臂，要拆除一旁的限高钢梁。只见钢梁向下掉落地面，吊车受波及也往旁边倾斜，最后整台倒向护栏。64岁陈姓工人被压在中间，送医后宣告不治。地点就在宜兰西滨路3段一处涵洞，由于限高钢梁日前被撞有些毁损，所以在进行拆除工程。当时吊车就紧靠在护栏旁，现场反射镜被撞断，护栏也有毁损。吊杆的伸出去的长度太长，因为它那边是临近道路，没有比较安全妥当的纵线可以去做吊挂。虽然吊车可承重2.9公吨，相当于2000多公斤，对于吊起600公斤的钢梁，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。疑似是因为路面空间狭窄，支撑架无法完全打开，吊车伸出的吊杆又太长，才会重心不稳，车子翻倒。但更让死者家属难以接受的是，事发后公司的不闻不问。从我爸发生事情到此时此刻，他们没有打过一通电话，然后也都没有出现。人员的部分，承包商应该是会跟他们家属在这方面做后续他们公司的一些处理。整个对这个公安事件，我们会整个再做检讨。公务段后续将调查厘清原因和责任。这起公安事故夺走一条人命，但公司的后续处理更让家属难以接受。三立新闻黄国瑞、胡家珍、宜兰采访报道。